下午，美娘干完活回到家，准备做晚餐。锅咋坏了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你得是没弄火，你把火灭了。啊。烧炸了。烧炸了。小爸爸怎么着？我再给他买个平板。借锅去。借锅。嗯。攒钱买一个多好，借个屁啊！一口锅，这种锅几十块钱的事儿啊。你饿不饿？我不饿，我不饿。饿了还不保存体力，就别晃悠了，躺着下，就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，没有之一。我炸了，我让他借锅去呢，人家不借。我说为啥不借？人家给我来了一句：“你饿，我又不饿。”你他妈啥？谁说的？你别指我！指你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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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下来。你是怎么的了？你是女的，我不跟你打，我不跟你吵。好了，你知道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我不跟你搞啥。光弄坏了，你别你吃饭了。你别那我呢？我不跟你吵。我懒得跟你吵，我懒得跟你闹。咱俩成天这样烦不烦？烦吧，中间划界，以后你别来我这边，我也不去你那边，行吧？画，不能画。就这个厨子正中间这一边，谁都别越界，外面一人一半。咋分出来？这边归我，中间嘛。我再圈出来那些地方是公共区域，我后面这一块也是公共区域，厨房公共，厕所公共，洗手台公共。OK。违规了，跪那边唱征服，就那边圈起来那一块。你给我唱一遍呗，我不会唱。学吧。吵归吵，闹归闹，终究是少年心性，两个孩子很快又言归于好，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。过不去呀，我。Hello， 帅哥。喂，黄正杰。嗯。帮我个忙好吗？什么事儿？帮我拿一下刀子。这个。早上砍麻椒去。嗯。砍麻椒去啊你。那有砍吗？洗个手还是麻烦事儿吧。去一趟厨房，我还要绕那么大一圈，完了之后人家好聪明的，人家从那跨过去。跳来跳去好累啊！救我水呀、啊！我都累呀、啊！死呀、啊！这算吗？这算吗？这不经意的一下，算。快唱吧，快唱。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，反正不冲着你。哎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哎呀，我听不见。我听见了。喊出来吗？
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喝下你藏好的毒。姐，我的心是虚。我虽然我已经待了一个礼拜了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喝下你藏好的毒。行了，做饭去了，拜拜。